跟我讲的这个网站哦，因为没有美工的那个整体的设计啊，也没有配色，所以说那个美工很重要，就是这样。现在看起来就是没有整体的那种美感，只有那个就是城市设计人员的那种观点，就是观点来设计的。所以说网站没有整体的美工素养是不行的，啊，就报告到这里。